我说还有个法师呢嘛，法师嘛，这件莫要配法长剑呢，他不是在后头搞的半台，老早的下了台了，方某婆的这个风啊，通通都放出来了，还等到亲二哥呢嘛。几天前就过了九江府了，梁山人走着好晚呀，鸿运当道啊，放不破的这个风嘛，现在是朝外头放，连忙梁山人家才到江州，把事情办过之后，梁山人随时大队就预备回山了。嘿，才瞧你方婆婆拿下手房，又是十走一的大船，方唐少船四四船万万船咔咔顺，又把个梁山的大队又带回了十几户。你看看梁山人不是现在鸿运当道吗？但是今天船只朝下一靠，在诸军师法师头领们也许就住在在住的中场，梁山头队、梁山的二队、三队连同混江龙李俊他们演讲家带的小朋友，大家也许就过了在住的大楼村。李俊就调过脸来，往哪？往哪个？不往旁人呐？江州的二号大厨人，九尾鬼陶宗旺。我的陶大爷啊，哎，不是站在武场里头了啊？你那个哇呀呀呼呼呼，你也言他也语。不能完了啊！现在见到周战人了，见到梁山的在主军师了。哎，他望望陶大爷啊，陶大爷爽乎得很呢。陶大爷吆喝住头埋住，演讲一带的人又打李俊起，一个一个的头领通常都站在门场门外。梁山一队一队的人就进去，在诸军师正坐在中场，大家上去嘛，一个一个的叫令小彩，叫过彩之后，大家通常都站到旁边，唯有阮小儿也换了装束，头上也梳好了。帽子也戴起来了，平平在诸军师啊，阮家二弟现在啊要演讲，也在毛毛毛毛，他们大家都在场外头要求见在诸军师。哎呀哎呀呀！啊，这就是你阮家兄弟的不是了。哎，我们来办什么事啊？我们来是办的周正事啊。我们来是要救三哥哥啊。你怎么跟他们合二为一啊？啊，合二为一，这咱意外的差子。那便如何？咦，在诸军师他们也是为点三高还戴大高的事情，戴大爷也出了事了。那个戴大爷也出了事了啊，他们跟我们是合二为一，咋问？好，
好好好，你到厂房口去，你就说本寨诸军师的令下，免一族，叫他们厂中来见呐。走，阮小儿就站在厂房口，顶吊喊来一声，又打混将龙李俊起头一个，摇后头的插不进来，后头再这一刻就一个赶一个，一个赶一个，一起就进了中场，才走到在主军师的眼前。在主军师，我兄弟混将龙李俊将在主军师枪杆，这块后头摸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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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一个的都将在主军师枪下。哎呀，哎呀呀，诸位贤弟呀，诸位贤弟少礼，恕我们顶礼相还。来，摆座头啊，你们大家请坐。是啊，船厂里头这么大的地方啊，两千人并起了四队人，照你在发令的时候口说嘛，前头的三队嘛，是每队四个，三四三二，大队就是六个，三二加六个就是十八，沿江一带就是十三，十三的十八就变成三十一名头领。厂里头这是多大的地方啊，现在头领就坐得下来了。嗯，你不要说三十一，你就再来个三十一都做得下去。什么船呢？再住的也好，临风的住船呐、啊。你就船头上头摆这么三两桌酒，手下人就是在旁边春秋上下宽宽大大，你不要说是中场了。所以大家在这刻坐下来了，他们都是坐在两边，唯有换将龙李俊坐下来，心里头在这刻不放心。不放心哪个？就是不放心陶长王陶大爷。林山叫王王陶长王，哎，笑话笑话，嘿，那小陶大爷呀，不有规矩的，还要规矩。这个小孩子在过去世俗里头，小孩子读书见到老师一样，动都不敢动。哎，换将龙李俊把又叫叹了口气呀、啊，叹气在，我母校不亚夫，到底是在朱青史啊老宅子里头的。人家家里头的名望太大了，名不请人就欺丈夫了。但是换将龙李俊坐在旁边，也是规规矩矩，腰杆叠着，眼观鼻鼻观心心观意意观神，一点都不敢分神。吴家亮坐在上头就连扎胡须，不望旁人，想望换将龙李俊。好，哎，我们等在山上就晓得江西演讲家的，唯有李俊是个为首的，当然其余的些头领们气概都非凡了。李俊好，在望望换将龙李俊的气魄又好，而且神相还有好，力大小，这才出军事。刚才呢，我听见我们家里头阮家二弟讲到，说是咱们现在我三哥哥啊，他提了凡事得了言了，
接头嘛就叫带上他我们擅长去送亲了，我就出来一封家信，怎么带上回来家信发早了，哎，我在山上就算到了，我就预料到这封书信，就将符号起是黄文斌两门，哦，我们戴大爷也出了事了。这个戴大爷出事的事情啊，我详细的情况不知道啊，我就请教请教，还要是在做军事。你要如果问我呢，我还不大清白，张顺张二兄弟清白啊，我张顺清里头有话我说不说的了。张顺随时就到了旁边说，在朱军师如此令办这等这样，他就把带这封家信发着的话由头至尾同参照外头也说，现在已经公事上升，青龙亭前就准备就地正法，就准备杀他们两个人。吴家良听听点点头，啊啊，我在山上就预料到了，我晓得这封家信就将符号起黄文斌两门。嗯，哎呀，李俊李贤弟是在出军事，我们现在可算是两起人办的一回事啊，我们这个两起人办的一回事啊，我们就要进城去，我们就要接发仓了。龙庭前没有到的时候嘛，我们就要犯贱接妖了。我们两起人呢，啊，我山上的头领跟手下孩子，我一令之下，没有哪个不准。你这个演讲一带还有些头领手下孩子呢，我这个两起人办一回事啊，要如果我一令之下我叫他们向东，他们早上就向西，我这样子，我这个两起人究竟是为哪个为主，谁来发令？要如果说是你李大雄发令呢，那就是帮在主军师一直听到手下孩子就听令办事，你叫我们向东我们就向东，叫我们向西就向西，要如果说是为令者我们就在，你看我们两起人究竟谁来发令？吴家良，好呢，吴家良心里头有话，李俊啊，你还能发令吗？当然是吴家良发令啊，以我们粮饷为主啊，我个山上的头领个儿郎啊，都晓得我吴家良的道理啊，不怕前头有个油锅的，我叫他们朝油锅里头跳，他们就跳，当真的跳下油锅的嘛，到了油锅面前我当然有的办法，不会的说是跳到油锅里头，但是我们山上头领跟二郎都晓得的，你们演讲一带的人不晓得我的道理啊，偏偏我叫你们想当的你们不行，一定要详细累了早了，那下子进城去办事，事情就不得成功了，所以要如果说成立法令呢，我们大家听你的令办事，为令者我就占了。李俊李大一听，哎呀，是我的在主军事，
我兄弟哪有这个道理来发令呢？所以请在座军师发令吧。我们现在两旗人，我们都是以年老为主，那就打我兄弟去。我们严将家带头领同二郎，听年老的令，叮当听你。你叫我们想动，我们就想动；叫我们想起，我们就想起。要如果违令者，就斩了。收购指挥调过连来，叫王祖旁边的邱伟奎逃中王。陶大爷，听见了？哦，乖乖梁山的这组军是厉害呢。为令者就斩了。你到村上哪，就为鬼逃走王听得清清爽爽，比规矩的还要规矩。哎呀，吴家良在听，哎呀呀，这个呢不敢当啊，不是叫得为令者就斩啦，事情都希望把他做成那个。要如果说是当中有一个非比他必经的傲物别闹，那一来就带坏了大事了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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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本军是发令。吴家良心里头有话，我晓得你把他发令啊，当然是我发令啊。吴家良在他两旁边要往张顺，要张顺才看差不走到军师的旁边。